跟乌龟，是不是？你有看到吗？月月站在地上，要跟乌龟起耶。月月站在地上。你口袋这么多石头啊、哦？为什么、啊？你去哪里捡的？对。公园哦。你要给妈妈看吗？我给妈妈一杯。我妈有一杯。小猫的屎捡来的东西。还蛮漂亮的，用久还蛮漂亮的，有艺术感，这样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毛爸，我今天来分享一下日本政府呢，在对抗这个肺炎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蠢事。就是日本政府呢，有给各个地方、各个县市政府有所谓的交付金，是为了让他们呢，用这一笔钱去对抗防疫，或者是让这个社会可以更活络一点等等，反正就是让他们去利用。这个交付金总共已经发出了4兆5千亿，第一次1兆，第二次2兆，第三次又有1兆5千亿。把这个钱呢发给各个县市政府，让你们去花用，让你们去挥霍。这样，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好笑、很蠢的三个政府，来，他们怎么挥霍这一笔钱喽？怎么了？不会哦，不会什么？不会打开哦。好啊，那等一下一起用吧。那第一个呢是德岛县，德岛县呢花了2000万日币做了一个假想的德岛城天守阁，它是为了说让这个社会呢，因为看到这个夜晚灯光秀可以心情好一点，然后另外就是让这间做灯光秀的公司有一点收入这样子，所以他花了2000万。那这个跟新冠肺炎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真的不懂。所以它的评价也是有好有坏，有人说很漂亮，这个公园超级黑，有这个也不错。但也有人说希望做一些更对新冠肺炎有一点好处的事情。那第二个是广岛县的三次市，花了1600万买了公用车，这个也使用他们的新冠肺炎交付金，这跟肺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，却拿这个钱去买车，这也是不太对，脑筋不知道想什么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佐贺县呢，花了779万日币去做一个叫做发誓的钟，它是要不知道发誓什么东西，就是做了一个钟可以敲咚咚这样，所以也是被人家说，诶，你做这钟到底要干嘛？在这个肺炎期间，你做别的事不是叫好吗？拿钱去敲钟干嘛这样子？好，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最好笑、最蠢的，就是最后一个呢是千叶白井市，他花了超过3000万要对抗防疫，但是你知道他对抗防疫的招式是什么吗？就是把白井市内的公园所有的看板说，哇，你这边就是要小心哦，我们要保持距离，要勤洗手，要戴口罩等等的宣导的看板呢全部更新。他这样花了3000万，新闻也很有心的去调查一下，说换这些看板真的要花到3000万吗？问了看板公司，说一个看板如果你要把它撤掉，然后把它丢掉，然后换新的，一个看板差不多要70万日币，还蛮贵的耶，我也不知道值不值得啦。另外他还有访问一些他们那边的住民，说你觉得这个3000万花的值不值得，防疫有没有效这样子。然后就有访问到一个喇嘛，他说你花这个钱做了这么多看板到底有什么用，根本就是浪费钱。他想要用这个看板呢去敲那个负责人的头，也不知道是市长还是谁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你为了防疫，政府呢给你那么多钱，花了3兆，你竟然拿了3000万去做看板，这个到底是哪门子防疫啊？反正就也是税金嘛，那政府为了花光预算才花，还是
真的就是脑袋有问题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希望他们可以再省一点，然后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咯。好，这个就是我这一次看到几个他们所谓的 Corona 交付金、新冠肺炎交付金，要让社会活络一点等等的钱的用途咯。我没有话说，没有感想，就是怪怪的这样子。OK， 谢谢你今天把影片看到最后，非常感谢你。他是滴滴，滴滴。拜拜。好多、哦。绿色，今日出发了，哒哒哒哒，那带着，哒哒哒头，深入的好奇的对，绿色，那带着，哒哒哒头，还要一朵，哒哒哒哒，还要一朵。